我老实讲吼，我拄啊伊阿伯开始抢金奖，我想他今天来当评审，充其量只是因为他是当时节目的主持人，没想到爱唱歌一定是无好听，所以咱拄才有先讲哦，大家小谅解一下。结果还好吗？而且他唱歌哦，还会透露出那种少女的娇羞。有看到吗？有点腼腆哦。来，马妞到底能不能当我们的评审？请举牌。来，阿娟，我你这个一半，对对，秀兰玛雅怎么回事？千是真的很有功力，是真的是有自己的唱法跟那个很有特色。是我们台语唱的不好？不是不是不是台语唱的不好，不好的地方是因为哈，因为我们以前也有评服装的分数，只有扣一点点分数。看看你穿那个什么袜子，我要什么哟？真的哎，只可以配得上半身哦。凉鞋穿袜子，我阿伯讲我嘛真有意见。你这无学生鞋啊，搁白鞋啊，就好啊。你为这搁有鞋啊，你知无？啊，这双鞋啊，搁穿足久啊，搁穿好久。哎呦，等我上去。等一下，冰姐，来，你看一下。安娜，我如果你为什么要脱鞋子？是啊。丝袜。鞋啊，穿来正干。安尼搁没看？做毛毛。安尼搁没看？我袂记炸鞋啦。好，那你搁穿丝袜。对呀。这种丝袜，我阿妈都唔敢穿。好，那以我们的分数，我们马妞是通过了，请恭喜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下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李明阳。我今天开始唱，咱就感觉较安心嘛啦。正歌手来啊，那这个囡仔吼，我介就是至少得要30年。哦，迄个时阵到即阵，其实你外形是没有变的。动起来吼，那讲要讲比赛的对啊，我是鼻祖。哦，你有听过五等奖吗？有啊，好，前够一个叫六等奖啊。你竟然比过这么多，对啊。那比赛的过程会紧张不？足紧张诶！我今天唔捌看过这些裁判，够恐怖。会紧张吗 ？A P P 错，今天眼睁睁的盯着。会啦，也有压力。但是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你有冒冷汗？不要消毒。你有冒冷汗吗？有。你的手在消毒啊？一下都出汗了。我一句话听到讲，以前可以平轨，大家惊那边报仇，我们惊起来。好，就在现在。这样很恐怖。我没有让明阳，我比赛的时候没有让明阳哥当过评审，但是我跟他合唱过。我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跟他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的第一张专辑呢，跟他合唱呢，他把我的造型呢批评到很像是人的嘿整开春闺。以前的吗？其实老实讲哦，蛮有型的。你还有像徐志摩吗？以前很慎重，都还去胸冠哦，很像军阀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单立龙啊，我这么讲，这部较怂，翕胸冠。真正翕胸冠翕的啦。你在拿家长哎，哈，对啊。不会，但是蛮有质感的。刚刚忘了看马妞的，搞不好马妞的也是。哇，好清纯哦！加税，有够税啦！很清纯啊！我也有，宝贝呢？这是我的吗？比起来吼，因两个拢咧当时来讲，再去翕相管理的哦。对啊，我那个时代吼，我那个时代，即个评审拢搁咧下游之外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洪仔，你今嘛几岁？二倍，哎不，二倍，要入门哦。
你八年前你怎么来？我今嘛剩53岁，哦，53岁，保养得很好。来，今嘛吼，哎，压力来了，举牌啦，你还是要面对。今晚什么当来个探这准？这紧张，这紧张。大家请举牌喽，来，一二三，请举牌。最佳我也是有一点，我真的有一点低头啊，我等了很多年，其实多开了比特高的，终于等到了。反对的多，哇塞！你为什么会对他举？因为一句话唱的是蛮足久啊，30年前到今哦，拢无变有无？修缘道啊。嫉妒了，下去了，差了，对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还有谁？谁？海军，黑兵，我们是最佳搭档。来，之前是嘉玲，啊，嘉玲一半，哎，我都一半，哎，我感觉一点也不公平，因为也傻。因为唱成功的条件嘛，那是80年代的歌了嘛，对，比较有乡土味啊。你给他唱哈帕，跟吉祥瓜不算呀，太潮了，又是服装，太潮。我还在想说这个是居家服。歌唱是没话说，你技术啥是去对背哈？技术啥？你敢讲我就知影，我咪去经过。你刚才哦，去印尼那很乡下，他们最喜欢看这种花花绿绿的。好啦，如何如何？我老实讲，那唱成功的条件，本来爱唱哈落魄的，我一定要来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，嘿嘿啊！结果伊即阵穿较水，我已经成功啦！已经成功，已经是大红大紫啦！你这穿个阿多无共，就这条歌较无说服力，对啦！穿个你敢穿条啊？对啊，开始其实吼，老师就是老师啦，开始来唱了袂歹，来请上座。过关！我跟你讲，即个后边即个上好笑啊！我看过他评过太多的节目，对，他真的叫做权威。哎，那坐咧遐时喏，面无咧笑。我喊你看伊笑，阿龙安尼就认真。啊，以每一个评审的场合，伊基本上都是评审长。一般只有听到他在评论歌手了哈。是啊。啊，伊的恭维做权威，那其实唱歌唔在虾米总控，这个是今天观战的重点。我们可以来看他有没有灵魂这样。对。好，我们欢迎丁小文。小温老师先跟大家问候，为什么呢？那边田矿一也串哪边？我今天有定格好久。小温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冰冰姐，你看我 ending pose 这么久，就是在喘。你要非常肯定小温老师，你看这首歌那么难唱，他都没有 NG 哦。没有啊，是 OK， 小家伙，完成，对，是 OK。沈玉丽，我告诉你，《青苹果乐园》这首歌到今年正好发行30周年。哎呦，老师，这是你写的。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请问你，年轻的时候，有没有当过歌手？有啊，有。我刚出道是歌手，校园民歌手，民歌，对，校园民歌手。也秀皮，也秀皮。看照片，现在秀皮。哇，这是蔡琴，蔡琴嘛，这根本就蔡琴。哇，歌手。当时真的有很多人说我很像蔡琴，包括声音。来到那块，小文老师有没有资格上今天的评审台？请举牌。哎呦！这个没有门槛，知道吗？有，来，有四位。哇，我冰冰姐，这几个我几乎都评过，但是有几个现在就请哎了。就昂了啦，所以认为以后我不会再评到他们。对，没有轮椅了，但是要跟我你讲哦，出头了嘛，没有轮椅的啦，别烦恼，因为你这么点什么金曲奖啦、金钟奖，这都是当然评审，这都是当然评审，差不多哦。你管你点心，山水有相逢啊，桥是相有缘呐。以前都是歌手唱完歌，阿小文老师坐在评审席，阿歌手在拜托，刚刚。你没有看到小文老师？我几乎要拜下。来，雅文讲一下为什么会举这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要举看看，就是赶快他的反应，过个干瘾而已啦。老师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是我一定举这个颜色。没有，你这个是难。赶快转换，你就说你歌唱很好，你是衣服出了问题。没感情，没灵魂，喝啦，时间落就等啊。好，谢谢小文老师，谢谢小文老师。